换了人吗？这是初三，这是初三。啊，我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是我的课，不是我的班。早上好，老师。早上好，教武术，教十五，就是我是初中生，初三。教武术。好的，谢谢。我要迟到了啊，平时是这样子。哦，我迟到了。My name is Raz. I'm from Israel. I don't like math. 感谢大家。好感谢。又要上学了。Oh no！ 今天我们上那个方程的应用，大家来看看，长方形的面积。哦，第三组啊，第三组延伸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啊，第二组方程。大于零，方程有实数点。好，大家俾啲掌声好嘛？咁啊，大家嚟睇睇我哋手头准备咗一条咩噶？绳嘅。然后怎样围能可以围更大？总之力更大。对，总之十五到一百。就面积的面积更大。跟住我哋再将呢个x 乘入去，就得出呢个二十 x 加 x 平方等于七十五。跟住我哋将七十五移过去之后，一起来朗读一下。双双的席慕容，故乡的歌是依着晴天的雨，走在月亮的晚上想起。故乡的面貌却是一个模糊的，仿佛如一的手眼里，里边双手是一种没有年望的树，永不老去。好，读完这首诗以后，你有什么感受呢？看不懂。高同学是不是也有想要发言？嗯、稍等一下，这是我最爱喝的。来，给他钱，哪里可以买的？你带我去吗？我们还有几分钟上课。哪里可以买到这个呀？那边上卖部。是这样，我没带钱。没关系，我请你。我一会儿，我没事，我微信转账给你是吧？没事。嗯。Oh my god， 是那个。你们都是哪里的？北京人。北京人。你呢？嗯，我上个月到了，上个月前几个月吧，我在中山拍了一个视频。我就是一个水烧 UP 主。来，我们班上课。我怎么能听你的？你是班主任吗？你是老师吗？你们不累吗？不累啊，太习惯了，习惯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好累。走喽。拜拜。来来来。换了人吗？这是初三，这是初三。啊，我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是我的课，不是我的班。怎么了 ？Morning, everyone. Good morning, Miss Tai. 我们的琴呢，是放在我们左边的大腿。然后呢，靠近腹部。这个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，我们要做图像采集的工作。屁股、头、肩膀、膝盖，红色、黄色。为什么这个机器在我们识别猪，它就写 A？ 对。然后识别我也是 A。这个人也是动物之一嘛，没错的。在这边看我压力好大。开玩笑，可以看。
这个音错了。我初二的时候搬到香港，可能因为当时比较小，然后别的同学会，就是同学吵笑你的时候，他可能没意识到，他在给你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。所以当时我就很，前几个月特别难，就反正就感觉特别孤独，然后就让我想到今天刚刚来的时候一样的感觉。但是后来发现身边的人都对我特别好。另外一本小的，这本，不好意思，我完全听不懂。你是那个，你这么告诉我过，你是？对，我跟你说过，完了忘了，福建感情断了。你是福建的？啊，对，我是香港出生，福建老家。感情断了，感情断了。你是福建的？啊，对，我福建的，然后我在深圳读书，然后再过来的。啊，对，然后你呢？我是广东的。广东的。啊，我也是广东的。我也广东的。就广州的。有没有什么梦想？有没有喜欢做的事情？不仅是成绩好啊，考上好大学以外，有没有这种？我目光还没有那么久远。你还没有那么久远。还没那么久远。我们呢？我们都比较注重当下，我烦恼的都是明天的测验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正式来上一篇课文。这篇课文呢，会叫《故乡》，它是鲁迅结合他亲身经历和感受来创作的，它蕴含着凄凉，还有孤独。悲伤和绝望。初一到高三都在濠江中学就读的啊，我还记得初一的时候呢还没有回归，还需要选修这个葡文的。除了学葡文以外呢，我们还有学普通话。初中好像印象当中呢，那时候还是用粤语教学教语文，然后到高中呢就开始老师用普通话来教我们语文课。嗯，这是我给你看一下李凯老师的照片。李凯老师应该是在李凯老师上的这个哦，你那个的发型有刘海，很大的刘哦，就是李凯老师。你看，就是你们哇，是在这里教课多少年了？已经是1995年，杜兰校长邀请我到濠江中学来任教，所以呢，在这里一待呢。待了27年。那你见证了那个回归前后的有没有什么变化你看到的？第一，学校的课程改革逐渐的融入到内地的教育中间去。第二个变化呢，就是我们杜兰校长在澳门升起了五星红旗，在整个澳门是非常有影响的。85年的时候，杜兰校长推行普通话教学，老师语文课一定要讲普通话。思考一下，你有什么感受？相同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啊，为什么说没有年轮呢？可能就是与上文结合，就是说就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。那么就是没有年轮，就是说这个树不会再长大，就是说记忆已经留在他脑袋里留在脑袋里有最后一刻的那个画面，他就不。当你没有回到故乡，它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所以说，这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。非常厉害，谢谢，真的很棒。哦，还有补充，高同学是不是也有想要发言的？可以简单说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我因为虽然我没有全看懂，但是第三句话就故乡的面貌，却是一个什么模糊的怅惘。对，就是。我很清楚我的故乡在哪里，只不过我也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离开了它，然后我半个人生在别的地方长大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对我的故乡是不是足够了解，它还是有一些模糊的一些它的一些画面在我的脑子里，然后就是还是会比较想念它，但是同时也比较陌生的地方。所以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在读这个时候，对我来说。好，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。然后也学了一个词语吧，还记得吗？对，怅惘。哇，厉害。对，就是怅惘。怅惘，对，怅惘。怅惘。当学生当老师，有没有发现一些具体上的一些变化？具体的变化就是，第一，现在。好像课程表上面没有一定要上葡文了，然后呢语文课就用上人教版的这些语文书，
然后我觉得课本里面呢有很多给予我们爱国的情怀，例如有一首我觉得很感人的一首诗，假如我是一只鸟，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，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，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，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。然后我死了，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，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